好，我再问过下一位陈志全议员，系其实我头先个问题咧问咗，但系政府系冇答到嘅，即系嗰七个申请，即系4000平方米嗰度咧，咁呢个系咪一个行之有效嘅方法咧？即系未过城规程序，咁梗系唔系啦，因为4000米咁换地系呢个 case 就系咁嘅啫嘛。咁点解唔可以等过咗城规程序先至进行咧？你俾个道理大家啦。即係我講緊唔係撥款啊，講緊呢個接受呢七個申請，即係開盤收人哋嗰啲，即係話夠4000平方米就可以嚟申請私人發展嗰啲啊。好，點樣呢、這個唔係行之有效啦？咁你點樣發明呢樣嘢出嚟咧？我話係賣咗。係，道長。主席，其實今次我哋所出嗰個指引咧，其實最重要嘅目標咧，就係話將呢、這、一個。我哋其實呢啲叫做修訂契約形式，其實響其他嘅新市鎮咧都有同樣嘅模式去做。咁只不過今次咧，我哋希望更加規範化，有一個更加清晰明確嘅指引。其實響過去嘅新市鎮，譬如話荃灣啊、沙田啊、屯門啊，亦都有相類似嘅做法嘅。